东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来弟弟快乐。今年的樱花开得比较慢，这个是台湾山樱。今天是小年夜，明天就是除夕。小叔在这边恭喜大家虎年行大运。虎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！钓到很多鱼，赚到很多钱，发大财，然后心想事成。然后去年一整年，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。那新的一年呢，还是大家通通要继续努力，我也要继续努力啊。那其实我玩的东西很多啊，只是说大家都很爱看我讲钓鱼的事，还是去钓鱼。然后我也很喜欢钓鱼，那就继续努力吧。可能新的一年里面，我还是会继续做我想做的影片给大家看，主要大部分还是针对钓鱼，然后像露营那一些，好，还是有车子，一些车友玩车，我也会，多多少少放一些影片。好，那真的，疫情还是很严重，台湾这几天好像已经本土已经蔓延开来，那现在可能就是说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口罩不要省，台湾的口罩很便宜，出去一趟回来就给它丢弃掉，不要再放在车子里面了，还是哪里？因为那个口罩的外面就是在过滤病菌的，所以说，既然已经感觉好像蔓延开来，就是说大家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有充足的睡眠，多补充一些维他命，然后让自己抵抗力变比较强，可能是只有这样。然后还有，该你去打疫苗的时候就赶快去打，不要再选什么疫苗，你有打就是会增加那个抗体，你没有打，不管你怎么原因什么原因不打，那就是比较不好。在这边跟各位说，虎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你。那只狗狗会叫哦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哎呦，来，阿公抱抱。看那只狗狗超大的，你不要靠近哦。阿公抱抱。哎呀，看。车来了，看镜头。看这里镜头，你看那里面有谁？妈妈。这里面有谁？那也是妈妈。这个里面呐、啊。这是里面妈妈。这个里面有谁？跳掉。这个里面有谁？
那是蛋头。那是蛋头。啊，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谁？也是妈妈。阿公啦。阿公。那是爸爸的。爸爸叫车，爸爸常开这个车载你去玩。好，赶快自己去走哈。那是爸爸的。啊，这个是谁的车？阿公车。阿公车哦。嗯。好，赶快上去哦。对。赶这么大的路亚，还没有钓过鱼。这个是冰箱，那个是小美冰淇淋的冰箱。以前做的鱼拓。好像是第一次去基隆鱼钓的，这个也不知道是几年，1998年，也是几年，1998年，常用的一些例子。一些小钓竿。这个钓竿，然后一些救生衣，后面还有一些独木舟的前打的竿。工具箱、大冰箱、一些箱子，还有一些整理钓具、桌子整理钓具。毛钩的。一些零件，库存的线，这个也是线，一些线，一些铅。前几天又去拜了这一颗，这个船钓的电动剪线器。